累积的少，只要有掉分的话，应该那个数字就会比较高一些。平均一局投球都可以带上，合理啊。我们每局率上一大概就是我赖师傅。他跟我一样，他在讲什么？我一直被他的方向吸引。哈哈，这个在以前的黑人，有七八年的，但是很受欢迎。这个方向好处理，我想来用都打。弗莱西就是超级赛亚人造型，像吉祥，吉祥没有有空前，没有他小空，一炮落空，现在满垒的情况下，哎呀，全队还没有安打，就是弗莱西。Power hitting. Let's go, Frankie. 觉得自己踩垒挖空最保险的方式，直到第三个出局数。三人出局，在这个半局中，兄弟再添一分。